录一下好不好？为了迎接2020年的到来，埔里镇公所邀请镇内各界一同在仁爱公园举办跨年晚会的活动。副议长潘一全、县议员王彩云、叶仁创、陈怡君以及林芳宇也到场陪同民众迎接2020年的到来。林芳宇预言表示，在新的一年开始，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个好年，也祝福乡亲们新年快乐。今天晚上相信大家都过得很愉快，期待新的一年来临。2020年数钱数不完，数年行大运，祝大家心想事成。县议员陈怡君表示，难得有机会与镇民一起跨年同乐，也祝福镇民在2020年能够有更好的发展，也祝福乡亲明天会更好。很高兴啊，今天呢，我们在埔里的仁爱公园呢，跟所有的埔里镇民呢，度过了非常开心的这个跨年的晚会哈。那在这里呢，要祝福我们的埔里啊，在2020年呢，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啊，也谢谢大家这一年来的辛苦哈。我相信明天会更好哦。让所有的我们埔里镇民哈。数不尽的幸福，数不尽的快乐，数不尽的钞票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祝福大家。谢谢副议长潘一全，感谢过去一年来乡亲的照顾与支持，在新的一年里，也希望乡亲们能够心想事成，开心度过每一天。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。